各位朋友，睡梦年中，吕杰有些话想跟大家讲。首先呢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补习班老师，我不是中研院院士，所以不要所有的历史问题都拿来问我。你有时间可以写信问我，你不如动动手指上网去 Google 一下，OK？因为很多你问我的问题，我也是去 Google 的，OK？再来很多人写信给吕杰，好，比如说你失恋失婚啊，失忆啦，那这些事情呢，吕姐还可以开导你，跟你聊聊。你失眠的写信给我干嘛？你失眠应该去看医生啊！你不知道有种东西叫做健保吗？你可以去看一下精神科，看一下你的治疗你的睡眠障碍啊！你写信给我，我也没有办法啊，孩子。那当然，岁末年终倒数计时的阶段啊，在这边呢，吕杰老师要祝各位同学、各位朋友、各位网友乡民们，新的一年2015年考试的都过关，单身的皆有班，欠钱的不用还，开店的赚到翻，打牌的 门清一摸三，招生的班班都额满，开车的都平安，打怪的不卡关。吕杰爱你们，散播欢乐，散播爱，啾咪，我们明年见。拜拜。